像路边大型的扛棒，如果是建案，都会强调交通的便利性。不过现在如果跟你说五分钟就到殡仪馆，会更加吸引你的注意吗？说的就是这面广告，主打巴洛克式建筑，度假饭店风，费用包含管理费、地理位置，最重要资讯在这里。五分钟到市立殡仪馆，这广告内容会不会太不讨喜？主打商品原来是灵骨塔。阴宅，阴宅的广告啊！你如果有人往生要你买宝塔啊！这面灵骨塔的广告位在嘉义市区，强调有空调厨师，早晚有师傅诵经。网友拍下这看板分享社群，网友突破盲点，说人生最后一段路走很快，只要五分钟，火化直接进塔，免于舟车劳顿。还有人说一生就移动这一次，不差这一点时间。还有人认为这广告买的人知道，卖的人知道，就只有用的人不知道。卖打赌我唔使讲，即系即地，讲二五分钟掉，一五分钟，五分钟掉，五分钟就你自己本身看会不会觉得有些忌讳？不会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广告而已。一般的广告通常是主打面对绿地或是高铁百货，只要数分钟就抵达。殡仪馆很近，确实吸引受众的好奇心。至少它是宝塔嘛，它成功的就是让大家会做这个联想度，然后去做讨论，然后会增加它的讨论度。的确，它这方面是有达到行销的目的。广告的宝塔还在新建中，先登出来的看板强调到殡仪馆路程快，引起网友热议，阴宅广告算成功。 TVBS 新闻纪建亨、徐继宏、黄晓琪嘉义高雄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